这个球有可能犯规的人，你要选球没有犯规的事情。好，那就拿出。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像我们男选手几乎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。哦，难怪我看很多人都这样站起来，可是他还是我这样也是很低啊。想我心里是想说球怎么会这样跑？因为八号怎么会这样跑？然后我又看重播，真的碰到了。然后我就站起来，我就说 hello， 然后他没听到，他就打出去了。你是跟谁说 hello？ 我跟裁判说 hello 啊。我这段时间有去找，但还有那个他的徒弟是最早在教我的。谁？林峰龙，林峰龙，对，他以前是，他后来没打球，不然应该也是甲组吧。对啊，后来我就一起去找师傅跟师公了。然后这一大段时间呢，他教我可能已经一年有了，所以今年我有明显的改变。然后这三四个月我有去找陈立伟，学一些。因为老家属有很多秘密的那个。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！这波奖金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，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，我捐款。